天出外景，我们要去哪？我们要去买汉堡。为什么我们要买汉堡的原因是，这两天我旁边这位先生他非常的想吃汉堡，然后呢我们决定要去买五家汉堡，就是有含鸡肉的，再要开车去林口去买汉堡。Go 来麦当劳，我们要买一个叫做 BJL 嫩煎鸡腿堡。 BJL 嫩煎鸡腿堡、BT 还 BJL？ 你是讲错了，我要那个BLT 嫩煎鸡腿堡单点啊，原来是 BLT。 哎，对，109单点，谢谢谢谢。 BLT 啊，不是 BLT 啊。巴拉巴巴巴，这就是麦当劳。巴拉巴巴巴，哦，很贵耶，一个109。第一个汉堡 get109贵呢，可以吃两个50块便当耶。隔壁这个人神经病啊！两个50块便当，也可以点鸡排啊。取餐取餐，是第一家 get 麦当劳。好，你好，我要那个摩天轮那个鸡，起司摩天轮鸡腿堡。单点是这样。哎，单点就好。哦啥？这个鸡腿堡129。129块。现在干嘛？鸡腿堡可以吃两个汉堡，便当。好夸张哦，129单点，是谁要吃啊？是你啊？吃起。谢谢。肯德基 ，get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去汉堡王。汉堡王，距离刚刚肯德基只有一点点路，好，汉堡王在这。买起来。哎，他就要下车了。我买一个金沙辣鸡腿好了，单点，单点，对，好，我已经到了第三家 get，OK， 我们要买第四间，就是摩斯蜜汁烤鸡起司堡，单点就好了，会带吗？对，带走，连锁早餐店，刚好在我们家附近有一间 Q Burger。Q Burger 泰式鸡腿堡，69块钱一个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买这个。我们找的这间连锁汉堡店 Q Burger 也有卖的，就是鸡腿堡，这都是要等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回到我们的试吃工作室。大家好，我是豆咖啡鸡腿白酒，今天我们要来吃汉堡。干嘛要吃这么多汉堡？因为我想，我要吃汉堡、啊。因为表姐很机车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择5间连锁素食店的龙头来吃它的鸡肉汉堡。鸡哦，都是鸡吗？对，全部都是鸡鸡鸡鸡鸡。那为什么是挑这5家在买？哎，随处可见，随处可得，随处可得哦。那介绍我们第一间的汉堡，叫做 Q Burger。Q Burger， 对 ，Q Burger 的包装，就是早餐店的汉堡啊。对，就是早餐店啊，素食店啊，龙头啊，泰式界的堡。多少钱？69。69块。好，很可爱的包装。第二个，我们选择的摩斯汉堡，蜜汁鸡腿70堡。多少钱啊？75。75，靠，两个汉堡已经吃掉100多了。别的。第三个，我们选择的麦当劳的 BLT 嫩煎鸡腿堡。它的盒装蛮精致的哦。多少钱？比这两个贵一点点，110。靠腰哦，这么贵。OK 那个119，我的天。第四个，我们精挑细选的选择汉堡王，最难找的汉堡王，它的金沙辣鸡腿堡，看起来厚重，119。你都单点吧？单点。第五个，我们选的卡拉鸡腿堡的。起司摩天轮鸡卡拉鸡腿堡，超老手，129，129，最贵就对了。OK，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试试看，吃。哇靠，很壮观呢。对啊，一次吃5个。你要带大家看一下剖面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1号选手 Q Burger 的泰式鸡腿堡。
面包皮、紫色的洋葱、番茄、绿色蔬菜一片，然后跟它的鸡腿，就这样。这个是二号，是我们的摩斯汉堡的蜜汁烤鸡腿起司堡，面包皮、蔬菜，蔬菜，哎呀，鸡腿很油，很油，然后蔬菜两片，沙拉起司可能在这个鸡肉的下面。三号选手是我们的麦当劳 BLT 嫩煎鸡腿堡，一样打开它的面皮，哎呦，它的皮看起来比较不一样哦，它皮比较不一样。叶子看起来也不一样，好像放很久的叶子。然后它一样的番茄，然后鸡肉多一片培根，多一片培根。对 ，OK， 这就是它的内馅。然后四号就是我们的汉堡王金沙拉鸡腿堡，一样它的皮，两三片的蔬菜跟番茄，然后 cheese 跟它的炸鸡。最后一号是我们最贵的肯德基，肯德基的 cheese 摩天轮卡拉鸡腿堡。它的皮跟汉堡王的一样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它就摩天轮可能是它有一圈炸的洋葱圈，有洋葱圈就比较厉害，就对了。对 ，OK， 我们把它放回去，一样两片菜，起司跟鸡炸鸡，来吃吃看它差有没有差很多。从一号开始吃，一号太刺激了。辣的，辣的，废话，它不是叫泰式辣鸡腿堡吗？它的皮很短，鸡肉有鸡肉味道，都是很辣的那个味道。很辣的味道，鸡没有味道吗？对，鸡没有味道。嗯，好，四号是摩斯汉堡蜜汁鸡腿堡，这个很嫩，鸡很嫩。不像刚这个没有鸡肉的味道，但是有辣辣的。麦当劳 BLT 嫩煎鸡腿，番茄的味道比较重，番茄味道比较重。对，然后一样鸡肉很嫩。四号汉堡王金沙辣鸡腿堡，感觉鸡肉好像比较厚。汉堡王是目前最重的汉堡。摸起来最重吗？质量感觉最多。它鸡的味道怪怪的，吃起来比较腥。比较腥，怪怪的。好，五号摩天轮起司，现在吃它的摩天轮。摩天轮指的就是洋葱圈吗？没错，就是洋葱圈。我们来吃吃看。没有什么肉味，没有什么肉味，也是一样辣辣，都是有点辣辣。所以吃起来，你觉得哪一个最好吃？现在来给这些汉堡王给他一些评分。这个呢是 Q Burger 好吃度跟口感大概是五分，摩斯汉堡的嫩煎最好吃一点，大概是六分。那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我们的麦当劳八分。汉堡王它的汉堡不太一样，它的重量比较重。它的鸡肉很扎实，比前面的肉的感觉好多，七分的这个分数。那接下来是摩天轮吧，摩天轮我觉得它的价值没有必要这么高，129块有点太贵，口感没有这两个好吃，所以大概是五分的分数。如果吃到这里啦，希望下次可以吃不一样的东西。